你真的福至心灵。那我可以打我自己吗？可以，我可以打我自己。你先坐好，我可以打我自己吗？因为我是庄家，我抓到我自己。那我打我自己。可以哈。要打打准了，我们打小地板。小地板。哎呦，拖鞋。奇怪，原来是客啊！我第一次到贵节目来。哇塞！小声说。妈妈说脚底板，你会不会打脚底？他这是个语言问题。陈妈妈，陈妈妈真的是六世女神啊！妈妈，你也知道你女儿会打到脚底板，那我打会坏掉。你说撕下来会坏掉，袜子会坏掉。对，袜子很贵。那你，请问一下，陈艳茹小姐，这个撕下来袜子会坏，那你回家怎么处理的？先泡水。就丢掉啦。袜子就丢掉，那袜子对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妈妈最爱看了，你不要碰袜子啦！女孩子看到脚要嫁人的，我自己打的。哇，你们赌那么大，看到脚就要嫁人了？对啊，跟我是表演的、啊。有些女孩子很禁忌，哎，我帮你啊，这个我撕这个最会的，有没有？哎。哪里买的暖暖包？粘性好强哦！在里面，烦死了！好，来准备了，快打啦！哎呦，没穿好，哎呦，来准备哈！谁叫你要坐我下家？要翘起来，翘起来，乖。对，好来，第一下准备。看，要不要？没有表情。在干嘛？看哪里？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对，要不要跟妈妈说？要往前看就行了。要不要跟妈妈说什么？爸爸。哇！吓跳！还好吗？还有八折半天。哎，还有两下，还有两下，你完了你！陈伟才，哎，他袜子太厚，对不起了。你应该没看过我们节目对不对？来示范一下。打脚跟啊，不会痛。脚跟好痛。按一下，做三下。你怎么打一下就要摸鞋子啊？有三下，做三下的、啊。你好急的穿鞋。对呀、啊。待会有零点嘛？那么急的穿鞋干嘛？奇怪，你们两个男生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，我觉得尴尬。我觉得内疚，为什么吗？这样讲，好像我们是。像你这样讲，好吧，一下不打。对啊，假如说以后你们儿女长大了，在节目上这样被欺负，你在外面工作，在职场上面被人家欺负，然后回去发我今天被欺负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女儿今天上节目的话，打就应该输就要，对不对？接受惩罚，来。陈妈妈，对不对？陈妈妈，哎，你刚不说你不打了？对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你不打了？对啊，我打了，来。快点呐！那你打好，你打比较不痛。你就是这样，用那方式讨好女生。我怎么样？陈妈妈在看我们，我们怎么太用力啊？重来，他的过百多漂亮，啪被打了。你好，我不轻哎，你们听到声音不响？我想他今天穿的袜子太厚，我真的不骗你。嗨，加赛一局。什么跟加赛？没关系，哎，再发个通告来，好，来。